日常关心内容，想讲透早来到着安南区来送上着扁仔号，今年这议会所推选出来模范父亲吴兆安。今年议会伫各区总共推选出50位模范父亲，伊个议长郭信良伊来登门送上着扁仔甲贺礼。安南区的吴兆安曾经担任过在届12届市议员，伊淡出着政坛了，从事勇士事业，不但家己事业有成，今日时势更加人有成就。会使讲伫阮政治界的前辈，包括伫电影上的付出呢，啊，热心公益，大家有目共睹。而且伊对厝人的教育，甲着时势教导呢。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范，值得咱家肯定加侮辱的一个长者，所以今天也当得到台南市认同来表扬的金砖爸爸是实至名归。伊对着家己下当来受到模范父亲的肯定，吴兆安是感谢议会的看重。到食到这个70-80岁啊，还会当讲得到这个殊荣啊，我嘛感觉讲非常感谢啦，非常感谢咱迄个区公所。甲咱引荐市长，甲咱颁奖，啊，咱议会哦，咱的郭议长啊，才甲咱肯定。啊，我伫这个所在再次感谢，也感谢今仔全程来到啊，汉社来甲我祝贺。今仔日10号议会分别集中在安南区、7个安定、甲东区等的几位模范父亲出来，致敬着扁仔、甲长泽、甲空气清净机，祝贺着每一位爸爸身体健康。南天新闻台以下的南采访报道。